大家好，我是 Bone。 本部片来分享一下 BTS 跟姜饼人王国联名合作倒数计时连续七天的惊喜好礼哦。那前几天是那个联名合作登录纪念的相关奖励嘛，那这一次的话是连续七天的惊喜好礼，我们就期待一下官方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名词，然后再来送很多东西哦，火星低射喊起来 OK。好，那我们相关的活动啊，正在进行的还有那个黑珍珠饼干的那个每日登录奖励嘛，就请各位玩家务必就是每天晚上十一点一定要稍微登录一下游戏，如果你真的太忙的话，建议就是这么做 OK。 好，那这边快速来讲一下懒人包吧。首先第一个的话，我们深海结晶它这个就是2100钻嘛，就是七抽，然后再来我们魔法跟特别模具各六个的话都是12抽，所以这样的话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700钻左右。然后再来彩虹方块500，其实也是蛮多的。极光素材各四个，还有快转发条40，也很棒。还有水晶3000，所以目前累积下来的话，这个相关的价值就有8700钻喽。我是指深海结晶还有魔法饼干模具相关的东西，全部加水晶加起来这样是8700钻，所以其实价值也算是不错的。倒数第二天是经验星星糖等级二乘2000嘛，这也是不无小补的经验值还有钱币哦。然后倒数第一天是超级稀有的灵魂石自选宝箱。那这边有跟你讲说，超级稀有灵魂石自选宝箱的奖励仅至仙蕾油独角兽饼干，未包含其之后登场的饼干。那这边的话是指鱼子酱跟口香糖球啦 ，OK。所以它这个自选灵魂石只包含到奶油独角兽之前，不过还是 OK 啦，至少官方这个东西送起来也是送了至少8000多钻哦。好啦，那以上的这个又是一个小小的水片，哇，真的实在是太爽了。好，那所以就各位玩家就还是一样期待一下我们的10月13号的更新，那就期待官方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专有名词，然后继续东西送爆哦。好，那水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梦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